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薯条巧克力还有巧克力，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糖豆人时间啦。你知道我购买我都不舍得花吃鸡的那个奖励，因为我就是要给大家看到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又吃了几条鸡啊，我现在总共吃了五个鸡，哎，谢谢谢谢，16的吃五条鸡，好吃好吃，不晓得今天可不可以吃鸡，我们四个人能否撑到最后一关，加油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加油，我还没玩过。你还没玩过，那就让我们走。我教你怎么玩，我教你怎么玩，我在后面拉你。不要，你就一直飞扑。我让你有游戏体验，你告诉我你在哪，我去找你。我们都会露头上的那个。我是薯条。旋转木马，朱古力，跟你讲，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想办法被那个砸到。对，你就会飞到终点，超坏的。朱古力，这是第一次，你第一次出现给我们，我完全没有过。哇，你想说，你可以先玩，没关系，加油，看你会不会没有他更厉害。你是用手把吧？手把，手把，对对对 ，A 是跳，好不好 ？X 是扑，对。那你只要学会跳跟走就可以了。平常走会比较快，不要乱跳。你是不是有新手运？你在前面。哦，小心哦，这个就要跳过那障碍物。朱古力，朱古力是我们第一名啊，被打飞了。啊！哎，我被撞到。哎呦哎呦，哎哎哎！没事啊，没事啊。这一个呢？被那罐子砸到了，那罐子是谁啦？好，你看这个叫什么 RT？ 那边要爬上来，你也可以用 RT 去攀爬。RT？ 对，就是右后方的手指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教你，害我呛了，有点没事没事。朱古力加油，希望你爬上来，你爬上吗？你有遇到什么障碍要跟我们讲哦？啊，我被风车陷到了。对，那自己看好风车的时机点。哦，这个时机挑战一下中间。哦，哎，过中间就是这样，一个小飞扑就可以了。那就前半班哦。啊！你不能掉下去！啊！我掉下去啊！我这边大概五六七八九十第十名。哎呀，我很多人玩这个都很喜欢啊，都是过了之后就卡在这里，看着大家啊。后面的同学，哎，我挤！我其实在帮你，我在帮他们有机会挤下去，我把我自己挤下去。太棒了！我就是要看。哎，我看到偶来，我看到偶来。我被掀飞了！加油，加油！喵他也来了，喵他可以哦，喵喵我，喵喵喵在前面，在这里。喂，知道我。喂，喂，哎，喵喵知道了。啊！妈妈，你根本没有跳起来。翁来，翁来，翁来这边跟你讲，最后你要按 A 再加 X， 他会跳，然后飞扑会比较远。好，对对对对，早讲嘛。没有没有，就只有最后这里需要，前面应该还不用。前面就这里，等着等着，跳哎，记得跳。完了完了，我来了，不行了。啊！我来最后一次，妈妈也是。我来准备三二一，跳！哎哇！你要躲那个，要躲那个。用类比，用类比可以调视野。哦好。我来准备跳跳跳跳，准备跳跳跳。哎呦呦呦！往前跳，飞扑飞扑，碎碎碎！哇！我们来做改变。你们只能二选一。妈妈，你让了翁来。对啊，我让翁来有游戏体验一点。你们两个去，不是重点是，妈妈你居然会垫底。嗯，不好说。你的游戏时数明明就很多，是最多的哦。有可能最多啊，我其实是妈妈你几等？我不到十吧，不到十等。哦，因为吃鸡经验很多啦，没有吃鸡他的经验就很少。但是妈妈喜欢。我是假的，我假的。哇，这个对新手来说应该蛮痛苦。这一关。这个就跷跷板。朱古力，这个玩了就知道，这可以啦。我的建议是你不要走左边。不一定啊，这不一定。那个可是那个前面那个紫色跷跷板常常翻车不来呢。这重点就是先走的人就会优势很大。因为后面就会挤成一团。我不要右，我不要左边。完了完了，跌倒了跌倒了跌倒了。完了完了完了。
我绝对不要去左边。觉得没事啊，哎、欸，有了，左边出事，不能不左边出事。哎、欸，我滑倒了，滑倒了，滑倒了啊！对，飞扑就很就一定是跌，那、啊、完了，他就有机会就是永远的滑下去。没关系，重点就是沉住气，沉住气。红来在哪里？红来，你几号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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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应该会优先看到的是我们。红来好像在前面呢、欸，是吗？蓝色的红来。你在蓝色大板吗？哇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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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喵哈加油！妈，喵哈好像要垫底喽。喵哈不能垫底。尤未来到了最后一个 checkpoint 了啊！我怀疑下去了，拜拜，再见，世界。不要这么快放弃，还很久，还很久。哇，这里要缓一下哦，也有好机会，就是此时此刻。然后走中线，接右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抓？不是说因为你太高了，太刚刚太高了。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一般的地方都很难抓，就只有刚刚那里可以抓。对，所以你其他地方就不要想着可以用抓上去，加油，朱古力！我看到你们在后面，哇！至少你们都在最后一个 checkpoint 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我来转，我来转，我来转，给我下去！啊，不行，他溜过我了，给我挡！我挡！哎，我挡！我他们都挡不住，那你就上去了，加油！我挡！我挡都跌倒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过了，我要过了。推你们！你好，你要过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可以，我可以过了。翁来，我出局了。翁来出局了。这是给翁来的一个体验。翁来出独立，至少不要觉得这关真的蛮难的啦，对新手来说。嗯，我有看到终点了。对你有到最后一个 checkpoint 也不错了。他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人太多，跷跷板就会很歪，有时候慢。反而快，就是你要等，等他恢复正常再跳，没关系。还有我跟喵哈来到了第三关。哦，我们这个是有水果加持的关卡，连躲带落。呀，这样朱古力就可以看关卡了解一下。每一关对你来说都是新的、啊，真的、啊。其实我好像没玩过这一关诶、欸。啊，这关很长、欸、没有到这个，就我刚好都没有遇到，但是我看过别人玩。好，没关系。这有个小技巧，一开始可以连跳，可以跳比较快下来。下来就只能用跑了，跳反而会慢。不要不要不要，送西瓜，没事。香的香的香的。我再看见一颗红来。啊！再见了，世界。不要撞到一次，哇！撞第二下，第三下，我怎么那么衰？不要！啊、我垫底了，垫底了，垫底了，我也没了。哇！已经有人到了，我刚。三连撞，我直接一脸洗面。哎、欸，这个草莓太过分了吧！草莓，草莓，完了，我运气不太好。哇，我看到空调的尾巴了，慢端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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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那我们来靠脸吃饭的。没有，你看我还第十名呢，中断了。完了，我觉得他是不是要不行了？啊，我在到终点嘞。啊，你到了吗？我刚刚就在你后面的踏一脚而已啊！哦啊，我又就可以超越你了，我又看不到啊，还是在我后面的、啊。哎呀，我这个从第一被砸脸砸一顿，有有有有，很 OK 很 OK， 十八人达标。底下有一个大象哎、欸，大象，嗯，好可爱、啊，长毛象在右上。每个人看，跟每个人看的那个会不太一样。下一个是什么？转圈圈、啊？这个我最不会，这个我完全不会。拜托喵哈加油，我们很可能会一对。我不行了，哦哦哦。中间最中间交给我，因为中间比较多有黄金的。好，你就在角落或是那个旁边。我尽力了。你是红色吗？我是红色的，一定是一对啊，因为我们是同组、嗯。没有没有，我之前有四个人就会有不同。啊、真的假的？对，哇，中间被人家抢杀了！我去，加油，喵哈加油，拜托！好强啊！一个，你就去冷门的地方。哦，两个。哦，我们队友抢到金色的，金色也会在下面哦。有，我刚刚在下面看到有人抢。啊！我掉了，我掉了，我掉了！我冷静，我冷静。因为我之前玩金色都在
中间。我看到一个黑红色的薯条。哎、欸，队友还把我撞下来，我大傻眼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哎、欸，对，这边怎么都没生圈圈呢、啊？然后现在很僵，很僵。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中间，中间，中间有一个。完了，都没有金色，但是我们现在分数还蛮不错、哦，队、啊、友还蛮强的哦。喵啊！加油，喵啊！那要怎么跳啊？我被挡推下。要飞扑，要加飞扑。有剩十秒，我们分数还 OK。哎、欸，所以在空中飞扑可以改变方向啊？就是你要巧啊。有就是你面向的、OK ，你面向的，有没有是可以改？达标嘞！没问题啊，因为它飞扑就算是一个蹬，它空中也可以再蹬一下。二段跳的意思就对。对对，没错、啊。不错不错，可是其实重点是我们还有蛮强的队友在、嗯，金色都是他们拿到的，我这次都没拿到，了剩下十二人哦。再来是什么呢？叮叮叮叮叮。哦、欸，最后一关了，好快哦！十二比一，十二分之一。谁？完了，我没有在前排。拿皇冠就赢了。对，这是最后一轮了。我在第二排。第二排加一。没关系，这还是有点微。哎、欸，前面还卡我两下，快气死了，快气死了！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大错特错，不要来！不要！哎呦！哎，这个球，这个球怎么样？啊，我前面好多啊，不行，我被撞到了。哇，我前面有个仙人掌。仙人掌太猛了！哎，他爆了，他爆了！你第一了，冲啊！耶，我在抓，我在抓。哦哦哦哦！啊，我被撞，我被撞。可以可以，哎呀！等，飞扑！不要再撞我了，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啊！稳住，稳住！慢慢慢慢慢慢，我的，哎。哎、欸，抓到，是我的了！哎、欸，我碰到了、欸，是金界写写写巧克力的礼盒，我先碰到了、欸，没有，是我碰到了，上面有我的指纹了，是我的了，没有，好，不是你的画面是你先的吗？我看到你没碰到，你要碰到，我整个撞到他的脸上了、欸，我飞不过去、欸，我朝你赤脚，没有看到没有拍耶、欸。没有，我看乔丽是撞到那个皇冠掉下来。对、啊、因为我其实这关是没有过的啦，所以他其实不能飞扑吗？你要飞扑后要按 R T 要抓住那个皇冠。哦，你不能，他是要 R T 抓哦。他前面在开始前有讲。哦，那、啊、我没过过啊、哦！啊，这样以后我知道了啦，白痴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有，他第一个鸡有，没关系。其实我送你，送鸡，谢大，谢大，不客气。原来要阿迪，对，你要抓住，然后你人会挂在那皇冠上。OK， 这样以后懂了。这样应该比较飞扑比较安全吧？飞扑真的可以抓到吗？我是用跳的。我知道，我看你是用跳的，然后我是直接撞向他，然后掉下去。好，我以为碰到就有了、欸，我也以为碰到就有啦，他应该就设计碰到就有啦，难怪我之前看到有人他是不是到二三四五名有机会，难道我之前看到有人那个就是认为是 bug， 因为他直接站在那个皇冠上面，哦、我觉得他一定也是一样，就是他不知道按他没有抓、啊，对，因为那个他们那个真的是不太会知道啊，朱古力这个就是撞门，我们就在第二排看人家撞就知道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是那个上上下下哦，上上下下哦，不是撞门，等那个开门，就是、自己抓时机啊，你可以跳飞扑，这样子有时候过更好。看到没有，他感觉怪怪喽，你才怪的、欸、啊，我被很软 Q， 太过软 Q， 怪怪的。我卡，哎、欸，哇，这个家伙，哎呀。喂啊啊！第二名，可恶！我来卡人了，没有拿到第一个还卡人。嘿、哎，喂喂，我挡！哇，这么多人会挤过来！哎、欸，太多人，我怕！哎呦！这边要跳哦，最尾端的。最后要就可以跳飞扑、嗯。有，过了。On 来，都有过吧？我过了。有。什么东西？是什么抢单？哎、欸，等一下要报，先要报颜色哦，因为我们四个人都在这里，不一定
会同一个。如果我们不同颜色，我们就去弄爆另一队。嗯嗯嗯，因为他只会淘汰一队，好不好？来来哦，金蛋会分数比较多。我是红色，红色，都红，都红。好，红色。所以他现在都会同队了。先抢金蛋，阿弟抓哦，这里抓蛋。然后这边可以跳，边边跳丢，就会比较快。对，跳丢会比较好进去。哎，敲了蛋，我的蛋，是我的。中间还有一颗金蛋，我一直在抢。不要，我的。你就。我的蛋。哎，这有哎，对哦，对哦，对哦。金蛋。也有在中间滑掉，滑掉了。我去弄黄色，黄色，黄色抢我金蛋，黄色现在分数超低，弄爆他，弄爆他。哎，我的手加。黄色家里根本没人，全是别的颜色。弄爆他们，弄爆他们。哎，蓝哥要偷我们蛋啊！家里需要守家。我们家怎么？我们家没有金蛋哦。没有，重点是都是别的颜色的。对对对，但重点是守家的前提是家里要有金蛋呢、啊。我去抢金蛋，我去抢金蛋。耶哟！金蛋来了，金蛋进去了，妈妈。好、啊。那个金蛋交给你守了。耶耶耶！被拿走，被抢走，黄色被我用空了，黄色快被我用空了，黄色都在我家。我要抢一个金蛋，直接丢过来，直接丢过来啊！被打到中间了。不要空了，队友是队友，快没了。队友加油！我丢到我们家。好，还我！哎，蛋，那个蛋一直被打来打去，蛋要破了。哎呀，金蛋！啊！哎，为什么？那个蛋怎么了？哇，跑到红色家了！你们，这不能忍，这不能忍！我看到有人在偷蛋哦。哎，我们家的蛋危险哦。好，没事。关键其实最重要是金蛋。啊！对，是我们。啊！家里金蛋都没了，是不是？没有了。你要守家。可以。要那个、啊、抱住金蛋。哇！黄色的金蛋全部往外丢。真的。可以。哎呦，哇，这次因为人很多，超刺激，25人达标。哦，那个，推球，待会不要跳太快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撞球，把球推到最前面。然后有个断崖的地方，不要太快下去，不然会悲剧。为什么？如果全部人都下去上面，没有那球，重点是球要过。对，不用想着人。真的，重点是球过再说，不要人先过去。我之前就看到有一队，就是上面球还在上面，人很多人就想说先闹啊，可是其实会发现就是大家都想说力量不够，至少要三四个人。对。哎呦，而且人多好处就是可以帮忙控球，推过去的时候可以空跳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再顶一下。哎，不要推右。对啊，那边左过不去。右边，控住！哦，好厉害！没有，很棒！然后这边小心，会连跳，空格连跳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他只一个败北，我们就不管，推掉我们球下去就对了。他们会挡我们球。有，快要到斜坡了，这里很强，冲啊！旋风冲啊！有，挡黄色，哇！同时抵达哎、欸！哇！插播那一段，哎、欸欸，最后一回合，哎呦，风波迷途，这个我的获胜几率大概有50%，这个我掉下去几率大概有90%，又要秀了，哇！这个大家一直看我跳来跳去啦，只我想测试一下，那我可以拉你吗？你不行、啊，我们要一起。哎呦！所以飞扑抓住那个薯条，飞扑再起来其实是可以的耶。啊！哇，我一次掉两层，哇，掉三层。哦，那我又变更强了。朱古力这个技巧比较难跟你说，所以你就败北吧。哦，下一次会更好。喂，喂。啊不！这里，完了！不要，一个小失误。嗨！啊！喂！啊！
完了完了完了！天，完了，这次失误很多，我已经来到最后一层了。你大概不行了，而且还有点危险。哇，你还可以飞到那好猛、啊！谢谢谢谢。我就说啊，哎呀，蜂窝关卡就是我的 main 图，好不好？好猛哦！司机如饮水一般简单啊！哎，结果我是第二哎、欸。你听、啊，对啊，你刚刚下去的时候没有先看底下有没有空，你直接下去还跳了一下，直接跳到这里。对，下去一定要看看好位置，而且因为它高低差有时候会让你视觉歪掉，嗯、对，所以下去一定要抓好啊！谢谢谢谢。哦，我晚一点跳我就赢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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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还多得很呢，我还多得很。这边我还可以插播之前两次啊，蜂窝都吃鸡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哇！这一次呢，想不到两轮都有吃鸡，喵哈！第一个是送的，又送一个鸡了，谢谢大大。第二个，哎，自己的就把它吃走了，好吃好吃。还有一个是通常会玩到最后是那个抓尾巴，哦，尾巴。对，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，我上次有一次尾巴，我结束的时候尾巴在我身上，但输了。啊？因为我是等到时间到之后才拿到。因为我觉得他最后倒数应该要有那个警示音啊，叮叮叮叮才会知道啊，不然很紧张哪会知道什么时候？我就看，哎、欸，好像结束了，赶快抢，然后抢到了，结果不是我的 QQ。好啦，希望大家还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糖豆人究极淘汰赛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，喜欢看我们吃鸡如饮水一般，就别忘了多多给我们喜欢留言，并且订阅我们。咱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。